冲破天际的声浪，握紧方向，燃尽梦啊，心有必胜的胆量，急速对抗，决堤走光，终会荣光里归来，生命的来来来，慢点哈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陈墨白，你犯规了，你气他干什么？我就是想跟他展示一下什么叫正确的超车方式。然后有点没控制住。15迈，现在对你速度的要求控制在15迈。上场前我就说了，你违规一次降一次速。15迈。不是咱们干嘛呢？我故意开这么慢，除了能折磨我之外，在赛场上有什么用啊？是你自己说怎么训练都听我安排的。如果你要是有质疑的话，不愿意服从安排，那你以后可以自己练了。哎，你踢什么？我踢我自己。陈墨白，你违规了，降到12迈。你干什么？不是开慢车吗？我干脆推着走好了，完美符合你心意了。多吃点。老白，你怎么了？你要练就好好练呢，这东撞西撞的什么意思啊？我给我自己家两个院怎么开怎么开。我先走了，我再做一个全新的计划，明天会晚点到。哦，那你慢点。陈墨白，明天你好好练。哦。拜拜。陈墨白，怎么了？你闹什么脾气啊？
要是好奇这方面的话，也许旁边那本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的自我发展更加深刻，更合你的口味。上次怎么这么巧？对啊，这么巧。谢谢，还麻烦你帮我拿这些书。啊，没关系。我记得在德国你就说过，在临海你喜欢他这家书店，你还说这里是你的游乐园。嗯，回临海这么久，今天还是第一次来。你看，你更有过去的感觉了，黑眼圈都回来了。陈墨白破了那条赛道的圈速记录，是你帮他的吧？他本来就很有天赋，我的数据只是辅助他而已。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专业基础的书？对你来说根本用不着啊。瑞风车队这次是第一次参加甲级，我想要依照他们的情况来做工作计划。这个是因为我和陈墨白在工作沟通时出现了问题，我在想方法解决矛盾。怎么了？小心，我很开心，因为你愿意好起来，回到以前的你。以前的？以前的你很生动，你会开心，会有疑惑，甚至会烦恼，这才是工程师正常的状态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，我还在犹豫。我在想，会不会经过这两年，我已经没有那么适合当工程师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意义非凡，但你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，你可以遵循原则，不需要费力平衡各种关系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平衡，记得告诉大家要求以后还要说为什么。平衡是在解释、理解、接受、融合之间徘徊。我本来还在想要怎么跟陈墨白相处是最好的，听你这样说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答案了。是什么？我跟陈墨白之间有一个矛盾，身为赛车手，他的冲动和好斗是他的天性，所以他总是感性先行，但我是工程师，常常要保持冷静，保持镇定，比较理性。也许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彼此，而是要去接受每一个个体跟城市化之间存在的差异。如果这个误差是在合理的范围内，说不定我跟他的关系会变得更生动，更具体。我应该允许个性的存在。谢谢你，少谦。突然很好奇，这个陈墨白到底是怎样的人，能让你变化这么大？
答应我，这次一定要注意身体。林先生每天都在这儿等这么久，终于等到想要等的人了吧？沈慕白，你先别练了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出去走一走。啊，好饿呀！有异性没人性，去吃饭也不叫咱们。你在想啥呢？人家小情侣约会，怎么可能带上我们呢？啊？哎，他俩这就算谈恋爱了？杨哥，真的吗？说不好，他们俩这阴晴不定的。他们这应该算啥呀？是。薛定谔的恋爱。哎，啥是薛定谔的恋爱？你问猴子。薛定谔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干嘛来这儿啊？有很多学音乐的大学生晚上都来这里表演，你知道对他们来说最必要的基本功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把乐谱背熟。只有当一个乐手把乐谱背得滚瓜烂熟，加上不断的训练，让大脑和肌肉形成记忆，演奏起来才会行云流水，就好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。所以你一直让我开同一条赛道，也是为了让我人车合一。嗯，我之前忽略了你的情绪，我给你道歉。该道歉的是我啊，没有理解好你的意思，还乱发脾气。未来一旦上了赛道，不管你是领先还是落后，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。我知道车手内心很沸腾，但是头脑一定要冷静，就好像有冷却液在体内循环，
这样赛车和车手才能一直在极限的范围里面运转。所以你就是故意磨我的性子，不论是开同一条赛道还是开慢车。总归是我没有理解好你真正的意思啦，误解了你的宏图伟业。不过你还真是啊，我发现你还真的是不爱表达，你跟我解释不解释我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刚才就跟你解释了。嗨，反正你不爱说也不是你的错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人不一定非得要用语言表达的，也可以用手势或者是眼神啊。好，让我看看你今天带我来这里究竟是想要说什么。说什么？你想说，虽然这个陈墨白呢有时候不听话，但是来的这几天总体还是很开心的。那你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我知道了，我会用尽我一切的努力，让沈西的最后这么一点点不开心也砰的消失掉。哦，你眼睛还会拟声词哦，厉害吧？哼。哎呀，我觉得我现在神清气爽，急需训练。训练？啊！不能浪费一分一秒，把时间用在刀刃上，管他什么乌龟车还是模拟器，通通搞定。小粉鸡能给你带来一些运气。老板，这只鸡已经跟了我小半辈子，今天赠予你。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互相伤害吧，加油。小王，对不起了。喂，加油！乌龟车的训练是为了增强他的耐心。小白哥，稳住。蒙眼开模拟器，让他把同一个弯道练习千百次。乌龟车，他从一开始一圈都坚持不下来，到现在已经可以用20迈的速度接连跑圈了。蒙眼开模拟器，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和本能反应，获得更好的车感。这段时间他的进步很明显，冲动的驾驶状态得到了缓解，车感提升后，他对驾驶动作的把控也更精准了。原来你也不是光喜欢进攻，不进攻的时候你会观察对手，等待最好的时机才果断出手。谢谢啊，吃个瓜。谢谢小白哥。海洋哥，给。然后呢？然后
这里还详细记录了你的走线习惯、加速方式和每一次失误，这样我就能更全面的了解你。你看着还挺开心的。对啊，有了这些数据，我就能更准确地掌握你的驾驶习惯。你呢？终于不用再开这个赛道，也克服乌龟车，应该也很开心吧？嗯，开心，当然开心了。但是，我开心是因为你在。他的意思是，你开心是因为数据，他开心是因为你开心。对，哎，不会，呸，你，哎，闭嘴，别闹，火把，哎呀，薛定谔的爱，那你存在不存在呢？我还有一些数据要整理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沈博。哎，咱们瓜还没吃完呢。沈博，咱们瓜还没吃完呢。瓜还没吃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哎呦，你们吃瓜的吧？哎呀，别。我就是个吃瓜的哥，我就是个吃瓜的。我说，小心，少谦，你怎么会来啊？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我给你打电话没接，我就干脆来看看。希望没有打扰。不会，不打扰。千寻怎么来咱车队了？来呗。顺便来看看，你上次答应我的事。有没有做到？有，我有好好休息。那就好。你们这里还不错，多谢夸奖。陈墨白，总算见面了，幸会。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我看过你的成绩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我也看过您的成绩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嗯，都说甲级方程式是英雄的决斗场，希望你可以脱颖而出。我会的，不过我更希望能在超级大奖赛的赛场上跟您一较高下。本来想跟你多聊聊，不过很遗憾，现在正是我们紧张备赛的时期。没关系，我是来找小西的。周末有安排吗？哦，还没有。跟我去钓鱼吧，不然我怕你又给自己加班。好啊，那你们聊，随便参观，我去给大家拿点喝的，矿泉水。要一起吗？啊，我没问题啊。嗯，那就周末见。啊，周末见，周末见。老白，我怎么觉得千神是冲着你来的呀？千神，谁都放生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往后我就叫林海一杯。
穿成这样要去哪儿？我就展示一下，比起绿色，还是红色更配赛服。哦。你知道我是怎么进一级的吗？不知道。总冠军。嗯，很厉害。但陈墨白，现在所有人都在认真工作，除了你，总冠军。我这次也要以总冠军的身份迈入甲级哦。我呢，就是想提醒提醒你，不要老追什么国际巨星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要把格局放大，要把眼光放回到国内，国内。那你先把眼光跟格局放回店内，这个配件跟库存单都对不上，自己看。哎，给领导展示一下工作进程。这他都能忍，换做以前我也不敢相信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治得住的。但是人家沈博士，不但训练陈墨白开慢车的忍耐力，还说服他做迈拓电动车的代言人，参加这个下周的发布会，你说吓不吓人？你看到的是现象，但是本质是车手跟工程师就像两块相斥的磁铁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当然能配合得很好，但是如果生活也要掺和在一起，两块相斥的磁铁硬要结合，那么结果会发生什么？最后就只能消磁。我拭目以待。即便他们是两块相斥的磁铁，相信我，陈墨白就算翻个个儿，也会贴上去。知道你想听我告诉你他俩不好的消息，但我也不能骗你，是不是？那不如骗我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都这样了还不放弃啊？你俩是真的不合适。我俩不合适？那谁合适啊？你合适啊？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也不是不可以。如果陈墨白是磁铁，那你就是那细细碎碎的铁粉，粘在身上甩都甩不掉。说实话，国内的路我不太熟，还是你开吧。不对，他干嘛让我开车？他想干嘛？不行，我不能中计。这是你的车，还是你开车吧？路不熟有导航啊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早点到。哎，早到晚到无所谓，主要是第一次坐您的车，我荣幸之至。快，哎呀，拿着吧你。不要争了。我来开，你们俩都坐后面，不要影响我。
是不是和以前一样？嗯，一下子想起很多以前的事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老说什么悄悄话呀？还有个人呢啊！以前在德国的时候，少谦和我哥就经常去学校找我，我们会跟教授去野营，他那时候就很照顾大家，特别辛苦。不辛苦，我很享受。你倒是享受。说起 Blaver 教授，你现在还用他教那个方法吗？你说分量测量法？我现在很多习惯都改了，比如更看重试验数据曲线，就没有那么追求理论和数据统一了。哼！不好意思，我和小七聊专业问题就停不下来了。今天不说这个，烤炉弄好了就差鱼了。你还钓鱼啊？这不大爷干的活吗？少谦钓鱼其实很厉害。没有，只是爱好而已。钓鱼谁不会啊？我也会啊。没关系，不需要那么多。如果你钓不到，我分给你。哼，用不着。咱俩各凭本事吃饭。小七，我一定钓一条大的给你吃，比他的还大。钓鱼看技巧，练习就行。我这捞鱼纯靠天赋，看好了啊！他还会捞鱼？我以为他只会开车。他平时就这样吗？捞点什么？我就热热身。会钓鱼不是海王吗？沈西，沈西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先帮少谦弄。你先过来，我有急事。那我过去了。好。小心。你叫我过来干嘛？帮我抓鱼啊！刚才又帮他烤肉，又帮他弄鱼呢，这网都断了，帮帮我。我怎么帮你啊？帮我一起捞鱼啊！下水啊？对啊。我什么都没准备，怎么下水啊？不用准备，你就在浅的地方，我在深的地方赶，你这样捞就行了。
哎呀，我让沈西换衣服去了。这么多鱼啊！行吧，今天算你厉害。你更厉害，让他笑出来了。但是我有的，你却没有办法给的。还有这种东西呢？鱼吗？那确实是今天晚上的晚饭，确实靠你。陈墨白，你是个很好的车手，有天赋，有信念，但是赛车的终点比你想象的更远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觉得你能到达和小西同样的终点吗？他不属于这里，他是断了翅膀的天使，不得已停留在陆地。最终，他不会留在这里的。只要翅膀好了，他就会飞走，回到属于他的地方。虽然你这中文说的还不错，但你这话说的挺矫情啊。谢谢你花时间让我了解你。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。也谢谢你的鱼，但是你还是多花点时间想想自己吧。他不属于这里，他是断了翅膀的天使，不得已停留在陆地。最终，他不会留在这里的。只要翅膀好了，他就会飞走，回到属于他的地方。我会努力证明，我不是他的迫不得已。不管路有多长，终点有多远，只要我们的目标在同一个方向，就注定可以同行。跑来加练啊！这段时间你的变化很大。哎呀，你可能还不了解我，我陈慕白呢，一旦想要开始较劲，我就一定要赢。较劲和谁啊？和赛场上遇到的每一个对手啊，包括林少谦。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要去的地方也都不一样。那如果他想去的地方和我想去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，你说超级大奖赛啊，到了那个时候，
我跟团队会研发更快、更安全的车，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人把你当成他们的终点，紧追不放，也包括烧钱。我要做的就是让你比从前更快、更安心。那你会一直和我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当然。Oh,